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是我们鬼月的第二个都市传说，已经被封了。你们看上一部就知道，我们今天是要来挑战一个大家应该都蛮陌生的都市传说。那这个都市传说是一整天下来长期的抗战，所以我感觉会对心理应该会造成不少的煎熬。那就是一个人的一二三木头人。这个游戏呢，其实它并不困难，最终的目的就只有一个而已。就是你千万不要被你身后的女鬼抓到。那我们要怎么把我们身后的女鬼召唤出来呢？就是呢，你把浴室的灯关掉，坐进浴缸里面洗澡，在洗头的时候闭上眼睛念说 Naruga san go lo ma， 这个意思就是不倒翁来的。在你洗完头之前，你都要不停地念这句，眼睛不能张开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脑中会浮现一个画面，会看到一个黑长发的日本女人，她会站在你浴缸里，然后跌倒撞到头伤到右眼，接着你会听到一些声音，都不要张开眼睛，就缓缓地走出浴室门，上床睡觉。隔天游戏就开始了。那隔天游戏开始之后呢，我要不停地朝我右肩膀后面看，看那个女鬼有没有在我后面。她在我后面的话，我就要喊斗马得，叫她停止，意思就是不要让她抓到我，有点像一二三木头人的感觉。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如果我回头看，我发现她离我很近的话，这时候我可以往前跑，赶快拉远我跟她之间的距离。那持续到当天晚上12点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游戏结束，如果你被她抓到了，网络上是说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我明天我觉得应该是蛮煎熬的一天。那我明天就是我会一直回头，就每个小时录一次，然后让你们看看我一整天的状况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吧。那如果三个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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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我刚刚闭上眼睛念那个 Naruma san Koroma 的时候，一整个就是脑海全部都是那个女的画面。可能是我想象力很丰富，还是大家应该也都会像我一样，因为他都讲这样子的嘛，所以会去想到是应该的啊。不要多说了，我要赶快睡了，明天见。对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刚起床，动完，看来是没有看到东西。那我现在在剪我的片，对，我现在的那个。动不得，这个衣服，因为我刚刚想要什么声音，结果我就回去翻了那个影片，它自己掉下来。我也不会紧张，那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动不得。如果是这样放很松的话，可是还是要有一个推力啊，就留一个衣角的话，这样子不可能啊，不然就是有地震。如果放很松，然后又晃一下这样。我现在在泡奶，对，我等一下去健身房，看他会不会跟着我。动不得。我还剩下差不多两组，但是现在已经2:50了，所以我赶快先来喊动马得。你有 freestyle 吗？现在3:50，外面大城市太多人了，所以我想说这边试试看。动马得。这里好热，蚊虫好多，再晃一下我就要先走了，下一个小时再跟你们报告。然后我走一走，我发现这个凉亭，我觉得这个凉亭蛮怪的，上面有声音，不知道是蛇还是什么。这边看一下会不会躲到什么马得这样子。动马得。好，我继续走吧。我刚刚一路走来啊，有好多老阿嬷跟老阿伯，很甜蜜，坐在那边聊天喝茶，我觉得这种感觉好棒，祝他们一辈子幸福快乐。动马得。会不会看球全身都是汗？如果我每天早上这样起来爬山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改变，要不要挑战看看？休息一下。动马得。我没有在录影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也常常这样动不动都马得。我已经动了好几百万次，我脖子好酸了。我找不到离开的路哎，应该不是鬼打墙，应该只是我找不到路而已。动马得。我今天只要一觉后面有东西或有人或有声音，我就想要动马得一下。Peace， 动马得。有黑发女人。动马得。这里有3间厕所。我们可以玩花子在好，太无聊了，动得还是没有看到东西，就是早上那一次。下一次见，游戏要结束，11:59。OK， 那我们这个游戏应该要来做个结尾了。动得，看来是应该是没事。我们的挑战在这边结束了，一整天我以为会很煎熬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早上一开始那个比较怪而已。动得结束，结尾感恩见。
又是我们后续感染的时间啦。那我这一次是觉得呢，这个都市传说算是真的是蛮可怕的，特别是一开始在做那个仪式，你关灯起头的时候，心理压迫感真的很大。后来隔一天，我觉得是因为我住的地方人口比较密集，比较没有那种压迫感。如果今天是在乡村那种地方，哇，这个可能会比较紧迫。我那天玩下来，唯一就只有觉得怪怪的地方就是衣服掉下来那里。那衣服掉下来，我研究了好一阵子，它有可能。其实只是他自己滑落的。影片里我用的衣服是比较重的，可是我掉下来那件是比较轻的一个吊嘎而已，所以有可能是真的会滑落。最后就感谢大家啦。那你们有的密我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比较慢回，讯息有点多，不过我会尽量回完。现在就是谢谢你们啦。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网购，拜。